第一次出国半夜搭飞机，还跟着我的好同事，看看他们到底在忙什么。我好兴奋啊！可以吃，出国吃，出国吃，头发很乱。这是出国的军，我还在短手的，还在他妈打这个动物园，动物园很重要。出国翔，太宝箱，出国勋，嘿嘿，很光嘛。我们到韩国了，到韩国了，釜山。釜山在哪？在哪？这杯50块，50块，好大杯嘞，我2000多，喝到吐。划算，2900，76块，嗯，划算。好，来干杯！耶！我们走到这个不知道是哪里的地方了。这条很有冰嘞，小小条，但是都没有开。对啦，摸乳巷，摸乳巷，看到巷子就钻，赞啦。啊，这里这家娃娃机都没在补货。对啊，这里的就是天然气表嘛。哦，啊是电表，我看得懂。饭店外面，哎，被我抓到了吧？又有一批人进去了。啊，这是。靠腰。Tomorrow。翔哥，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？帅，原来是我们的美女们的拍照。他可能是对这一面墙有一点痴迷。也不错哈，不错吧？我也要当活动拍。嗨，翔哥。Hello。这里真的蛮漂亮的，好美啊，看一下这边的景。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要看那里。厕所吗？干嘛？啊，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可以遇到谁。嗨。嗨。他很会拍照哎。看到。哇塞。哇塞。看到，今天刚好穿得很冰。对啊，哦哇。等一下，这个要怎么伸缩啊？你们两个。拉手臂的，往上，来拉手。耶、yeah ！正在爬坡中的各位，开始爬坡了，刚下来有多轻松，上去就很难受。而且这只出片的效果感觉超好。这是你今天早上出的那一只吗？你今天早上出的那一只？那只是昨天我们在出发前。哦。它
次都用这一支拍。那个画面很好哎、欸。昨天那个影片就是都用这一支拍。我这一支是纯录影，这一支是纯拍。两斤挑食，抓到，刚好就这样被我录到了。吃饱啦。闪亮亮，你们两个。哎呀，好大啊！那可以不用吃，不用钱。好大啊！大太阳，天气很好。好吃，好吃。我们到了下一站了，呀，这边是咖啡厅，然后这一面墙看起来，等一下会有很多人跟他拍照。这边，对，没错。不小心撞到你，没事，抱歉。你以为还一百就一百二十五，不是很很便宜呀、啊，很便宜，买了啦，买了啦，买起来，打个电话快点，打个电话。我什么事？然后车手。然后我走过来这边。哇！哎，原来这边都是我们的人。嗨。来，嘴巴张开，被他吃哦！这玩意儿不是我自己的。然后不动了，现在我知道什么意思。嗨，你是谁？我是郭轩宇。今年几岁？二十四。今年二十四。来，请自我介绍。我叫郭轩宇，卖房子的。兴趣爱好，兴趣就是睡觉，爱好就是乱买东西。有没有男朋友？单身吗？谁搞？你真的有病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真心真是不是？不是啊，那个路人还没回答我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异性？我喜欢长得好看的。刚刚那个店员可以，太烦了。好丑啊！可以。来，芝芝，请自我介绍。芝类的。芝。刚才在做啥？那边不错，你可以过去那边。你可以过去那边。你要这一个墙，还是要这一条街？不是，我一直都有穿。还在后面吗？老师陪你聊天好不好？哈哈哈哈哈！快把他忽视了吧！哎，自己啊！哎，来来来来！哦！今天是第二天，第二天快要结束了，要去购物喽！快快快！来，过过，先到这边那个，来，过过过过过！快，对。韩国过马路都是要用跑。对，那颜色很深，很好拍。很可爱，你今天穿得很可爱，很有我，很有我相机的眼。真的吗？没错。那我就没有啊，没关系。你很可爱啊，你不觉得你今天的照片特别多吗？对。那你要帮我拍漂不漂亮？你漂亮吗？再漂亮。这边。
今天早上有人跟我讲说，怎么都没有看到你的照片。陪你。陪你。来啊。台湾派叫什么？来哦，江江，江江，来江江，来这里。然后这一边都是猫公园。刚刚一开始说什么？哎，头发又乱了。这是厕所女子吗？哦，一男一女。不要拍我们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能从厕所这样子拍。我没有人知道那边。就被那个恶意媒体剪接。来，我们是恶意。但是谁都可以。哎，再拍一次，再拍一次。这边也喷下去。眼神死。这是什么？太近了。什么？再次吧，来。今天要采庙。不能直走。他塞车，塞车。超远。我们今天来到海中龙宫寺。耶！耶！哎，你们都看得到啊，挥手啊，干嘛？看什么？挥手。给他挡进。呀！我们现在来到了东海龙宫。海东啊！啊，海东龙宫，抱歉。等很久。他说这里有糖饼，可是我要上来没看。哎，干嘛这样闪了一下？好粗。全场的人真的够粗，每天都帮忙拍照。夸张了，没有。没错，他要跟我许下爱情的承诺。哎，就是有可能，他上面要写断绝，他刚刚讲那句话，我是在回应他的。都可以啊。不要这么近啊，这是我的秘密。哦，好，不好意思。不是有一个这样吗？
如果现在脚现在，你知道我这几天脚，我跟阿坤出国的东西，还有思琪啊，我现在对思琪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现在是超费考我们吗？到喽！我们被骗了。刚刚超快，刚刚我抓不住哎。好快呀、啊！你是也没有，他本来是要抓他脚打手枪，抓不住，太小，丢掉了。哎。我今天还没拍那个。又要拍什么？抱起来跑的啊，要立起来。每天都要拍一部啊，等下帮我拍好吗？好的。太突然了吧！腰底了，腰底了。来，刚加腰底了，腰底了。来到这里，为国争光了吗？车友。没错，兄弟，国际手势，打卡。在哪？讲什么？现在你是录影吗？刚很快，对不对？我刚刚快被速度支配。我刚刚小戴，超可怕。上面凉凉的，对啊，刚刚真的窗户都打开，真的，今天真的算凉，没错，我能想，还好是好天气。对啊，如果像他们讲的，如果像前两天那样天气很热的话，可能坐这个在里面应该会像烤箱一样。后面的又在工作，那些出国都脱离不了工作的人。内八，看谁比较。我也内八，今天下次带团。谁内八？这个。Oh my god！ 内八好像没太叫谁。我没有办法内，我只能内八呀。为什么拖鞋？拖鞋。Thank you.